严南，干嘛？我与那个福生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 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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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！